广东地区阵风特别多，种的瓜果都需要套袋子。我们套袋子要套这种无纺布袋，价格便宜又能防得住阵风。尼龙的那一种有孔，防不住阵风。去年买过尼龙的，很多瓜果也是被阵风蛰了。今年我就换来这一种，这一种可以重复使用，价格也便宜。它既可以防虫，又可以防鸟。